我天使達，因為喺天堂偷懶斷正，被罰到凡間接受試驗，要去雲18區學習唔同嘅技能，同體驗香港市民點樣努力工作。老師什麼也不怕。喂，唔係嘛？呢度係觀塘嚟嘅咩？ 你明官度係舊區嚟喎，點解呢度咁多啲咩新型嘅工商大廈咧？你喺天堂咪 hea 到傻咗啊？你幾年官塘變咗好多啦。呢度好似仲多人過上次嚟油尖旺區喎。仲玩？佢做嘢啊你 ？ERB 服務中心，唉，得個名又冇地址，真係點揾啊大佬 ？Hey man，are you alright？ 保安哥哥，你啲英文都幾勁喎！使乜講？做我哋保安呢行，唔識得兩文三語，點出嚟行啊？想問咧，你知唔知呢個 ERB 服務中心點去啊？原來你想揾 ERB 指點迷津係嘛？施主，你都識 ERB， 你揾過佢哋幫手啊？見係你，我先講，其實我都係 ERB 再培訓出嚟㗎。係咩？識得揀，梗係去 ERB 使用佢哋服務同埋上堂啦。跟我嚟。 嗱，呢度就係 ERB 喺觀塘區設立嘅服務中心，喺呢度你唔單止可以揾到培訓課程嘅資訊，仲會提供一對一嘅培訓顧問服務，模擬面試設施、培訓及職試測試，仲會定期舉辦唔同類型嘅工作坊、講座同埋試讀班，仲可以免費登記做會員，使用佢哋嘅設施，真係全方位咁照顧區內居民嘅培訓及就業需要。兩位同學有咩可以幫到你哋呢？先生。 请问你系边位咁呢？CK 系 ERB 嘅培训顾问。CK 失觉晒，好似我呢啲咁嘅怀才不遇嘅天使呢？你哋有咩服务可以帮到我咁？我哋可以咧帮你提供一个个人化嘅咨询服务，等我了解多啲你嘅培训需要同埋就业意愿，然后咧我再可以建议一啲合适嘅课程俾你。不过首先你可唔可以话俾我听，你觉得自己有啲咩才华呢？才华呢家嘢啊，保安。 冇做一個型嗰個嘅保安，冇難度啊！我哋 ERB 嘅物業管理同埋保安業嘅課程，實用全面，你會學到點樣處理一啲緊急事故啦、相關物業管理嘅法例啦。另外咧，我哋仲會教你一啲顧客服務嘅技巧。喺語文方面咧，我哋亦都會同你分享一啲行業裏面實用嘅普通話同埋英語嘅。另外，如果你係18至24歲嘅話咧，仲可以考慮我哋嘅特種警衛基礎課程。不過， 我睇睇，你可能都已經超齡啦。做保安啫，使唔使咁煩啊？喂，搞咩啊？唔使驚，我覺得係時候俾你發揮下你嘅潛能啦。仲唔明？Follow me。哇！仲要嚟做保安好嘢添。喂，到頂啦，好未啊？哇，哥仔！ 行咗个18层楼就攰到咁样，点指意你去处理紧急事故啊？我有翼噶，我识飞啊嘛，我成世仔都未行过楼梯啊，大佬。做一个专业嘅保安，而家先至系啱啱开始咋。ERB 仲有好多物业管理同保安嘅技能提升课程，真系有排你读啊！行啦。ERB 喺观塘区有13间培训机构，营运16间培训中心，仲有100几个课程俾你拣嚟读喎。 仲有 ERB 服务中心九龙东咧，为你提供多元化嘅培训同埋就业支援服务，仲有专门服务新来港人士嘅起步站咧，为你提供一个免费嘅兼职空缺转介平台。如果想知多啲咧，记得上 ERB 嘅官方网站，同埋咧like埋佢哋嘅 Facebook 啦。喂，导演，份稿好长喎。